节。来，不管东西是可数不可数，只要是询问价钱，一定用哪两个字？好嘛，是。对，可以哈，一定用好。好耶，加分。太简单了吗？没有，可是只有我回答。啊，好棒棒！好棒，好过分、啊！他说好棒棒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棒，好扯。还是要听到你说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句型，问句已经说了，好 ，much 加 be 动词加主词，来回答就是主词加 be 动词加数字，翻到背面的第五课。第五课是会句耶。你来乱的，你。第五个呢？来，再来，我刚刚讲到，来答句，主持怎么问，就用那个主持的回答嘛，再加 be 动词，再加价钱，就是数字，可以吗？再加 dollar， 来 dollar 可不可以省略？可以，可以。有没有看到后面括号？可以哈，可以省略。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如果价钱是一块钱的时候 ，dollar 要不要加 s？ 不要，不要。那如果是两块钱的时候，要不要？要，要，很好。那我要问你们了，来这边的 be 动词要看什么来决定？回答吗？后面的名词。对，看后面的名词。对，很好，看后面的名词做单复数变化，可以吗？有没有？我后面有画一条线，有没有？这条线，然后写 be 动词，有没有？看后面的名词做变化很重要哦，可以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，他说这些苹果有多少钱？这些谁是代表？一定是超过一个，就是两个以上很多个嘛。所以 how much？Are please apples 可以吗？用 are， 因为这些苹果大于两个。来，那例句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洋娃娃多少钱？这只水只有几只？一只。一只水用 is 还是用 are？ 一只。对，很好。所以 how much is the doll？ 可以吗 ？doll 就是洋娃娃，那个像那个外面看到那个什么狗娃娃啊，还有你们狗娃娃，乐色娃娃。文具店里面常会看到不是很多娃娃吗？对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三点，刚第二点有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三点。来，如果强调价钱，是用新台币的在前面加上哪？哪个 ？NT。NT 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钱钱的。对，就是 NT， 可以吗 ？NT 加钱，然后 dollars， 可以吗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句。The dictionary， dictionary 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字典。对，字典这个字一定要背哦 ，dictionary。来，字典有几本？三本。一本，你有看到它去 y 加 is 吗？哦。没有吧？所以 the dictionary 是一本，这本字典要这样，新台币多少钱？999块。好贵。$999。可以吗？如果要写 dollar 的话，这里加 is。老师，字典又很便宜，不是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个名字，它那边
选项或者是限定的范围里面，如果是可数名字的话，要怎么问？你写成句子的时候，那个名词要把它写成复数形态，可以吗？只要是可数名词的话，就要以复数形态出现。那如果是不可数名词，就用原形出现就可以。这我们之前讲过的。那如果是三个选项以上的话，要加上 or A B 或者是 C。那 or 放在哪里？最后一个。对，很好，放在最后一个选项前面哦。OK 哈，在 C 的前面 A。好，逗点在 B， 在逗点 or 放在哪里？ or 放在这里，可以哈，可以。还好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跟 and 一样，对吗？我们以前上过的 and 也是哦 ，A B 还有 C， 那这个是 A B 或者 C， 那这是 A B 还有 C， 对吗？知道意思吧？知道。上面这个 or 是三个只能选一个，那下面这个 and 是三个加起来，对吗 ？and 是加号，那 or 是选择择一，对吗？了解哈。在网就是你们全班站着，没有看到其他人哦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来例句这边，他说啊，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哪一个？所以这个填什么？对啊，就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啊。Which 你喜欢哪一个呢 ？Which do you like? Like pineapples 是什么？它绝对不是苹果。它不是什么 ？OK， 凤梨。Pineapple， 凤梨。对啊，我不是帮你们打那个发音在上面吗？凤梨啊，那 grapes 是什么？葡萄。葡萄啊，对，你们以前想念的葡萄姐姐。葡萄老师。葡萄老师啊，是什么？来，所以 A 跟 B 中间要问什么？对，很好，只能选一个嘛，你要凤梨还是什么？葡萄嘛，对不？来，可以有两种回答，你可以喜欢某一样，或者是你两样都不喜欢，可以哈。了解哦，来了解的话，我们就看下面的。来，第二点，会议除了当疑问代名词之外，可以当代名词。来 ，A 填什么 ？A 填什么？填 which 很好，哪一个有什么？大耳朵啊 ，big ears， 所以大象或者是什么 ？kangaroo 是什么？袋鼠。袋鼠。好，大象跟袋鼠哪一个大耳朵？有去过动物园没看？没去过动物园看到图片的也知道吧？是什么？大象。大象啊，对，大象最 big。很 elephant 对，好来，重点是我要讲后面那个黑猩猩的那个地方。黑猩猩。后面有一个黑色。黑猩猩。来，那也跟你同类啊。是吗？对啊。来，我看一下后面有黑色星星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来，兰兰帮我念一下。哪里？黑色星星那里。哦。黑色星星。快点。这边。谁啊？哇！黑色星星。黑色星星。黑色星星。这里黑。这页不是、啊，后面啊。对。Or and 加三字名词，长调来表是统统那个等于的概念。你们大家有听清楚他讲什么吗？有。有清楚哎，好有这样哈。来，我要叫人家附送哦，来盖起来。盖起来。来林正啊，附送。没有附送就扣两分。喂。Oh. Yeah.不要吃了，好不好？快点，你这样附送，快点，等一下不要笑，拿找下一个，来，快点。不会啊。快点啊，好，快点啊。来，回正。笑。什么？红色星星长什么念的？我刚刚讲。红色星星。老师，你不是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刚刚说过两个。对啊。干什么？我念过两个。说盖起来，我要先你们一起说嘴哦，狗屁哦，红色星星怎么念？盖起来，不是，我是要讲那个刚刚念的那一句，盖起来，全部盖起来。盖起来啊！来，刚刚他念什么？盖起来。盖起来。是。红色星星。快点。红色星星哦。来，徐玉好问你。
老师，刚刚我们不是有加20号下面画两个一吗？擦掉了啊，就你的啊。他为什么要擦掉？因为没回答扣两分啊，他免款了，快点停车。我N加单数名词表示从中种类全体的那个总称。太棒了。常用来表示吧。啊，所以。来，大家都听到了吗？看我啊，不公平啊！他们那边，从他们那边抽到大的都很多。你们也很聪明，你只是没认真在听吧？但是的，这么短短的句子背不出来，背不出来，少来。现在要仔细听，知道吗？这个这么简单，送分题。来，再来看一下第三点，来 ，which 当疑问形容词后面接名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说什么 ？Girl is your classmate， 哪一个女孩是你的同班同学吗？对不对？这应该是 or。来，所以这个第三题，第三点的那种，哪一个女孩呢？一样用 which。来，再来，他说 Helen 或者是 Daisy， 两个都是女生，用 or 可以吗？再来 B 回答 Daisy is my classmate， 可以吗？来，好的话你们练习一下右边的，总共只有6题，很少哦。来练习一下，每次都来，可以做，可以关掉了。